咱用要研究的主题吼，已经有写伫乌邦啊。对这个敬精莫可精，亦莫行量精。随佛修行者，主持正法精。咱用对这个所在来研究，因为重点是阮要互咱了解这个佛宝、法宝甲精宝的这个属性。所以呢，佛宝甲法宝已经甲咱介绍过呢，即马即个就是个介绍精宝。精宝呢，咱前日有甲咱讲，即、这个精，吼、哦，就一定爱依即个团体人，譬如讲一定爱合六精，一定爱有六合精，吼、哦。即、这个前日是有甲咱讲，即、这个六合精，啊，甲即个个重要是即个力合，除了书合以外，一定爱力合。哦、所以以这个印顺德书我有讲过书合，如果书不合的话呢，要讲算精是真困难讲，因为这个个六祖大经六祖有讲过精者精也，精者精也，吼、哦，这个慧能大师有讲安尼。今仔日虽然阮有剃刀，啊穿这个长褂啦，啊短褂，吼、哦，啊中褂，啊袈裟，吼、哦，啊有这个皮衣。虽然阮今仔日和恁无同，但是其实呢，阮如果心若无清净，心如果若是无端正的话啊，可能佛陀有那无承认。所以这是实在的代志，唔是讲头毛剃剃有一个标志，安尼就讲哇，你就是出家人。我甲人讲，无一定是。哦，如果心若无正，心无清净，有哪会排出这个佛法？就是讲佛陀有哪无承认。诸位，如果你已经有皈依，但是无修五戒的话，有哪唔是真正优波色，也唔是真正优波仪？这个一定要慎重，家己要自爱，唔通讲已经一个，譬如讲皈依了，啊心就无介正常，安尼有哪袂当算佛教徒？因为佛教徒一定要有佛教徒的特色，佛教徒的生活，佛教徒的言行。那是如果呢，有哪是真俗气，无啥物道德的这种观念，无这个佛法的这种观念的话呢，那么佛陀可能也无承认你是佛弟子。安尼了解吼，所以唔通讲哇，我都有那皈依啊，啊我有挂手珠，吼、哦，啊都有那个念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言行都无正常的话啊，那么佛法内底有那无算你一分。安尼知影吼，记好哦，吼、哦。所以真真正正皈依的人一定爱修五戒，这两日会讲到。就是今仔日呢，我已经出家，对于这个团体生活呢，一定爱六合敬。如果那是书，这个书未当大家互相尊重啊，那么这个呢，经团会乱，吼、哦，这个就一定的重要是安怎样呢？重要是这个圣义经，这个圣义经呢，就是一定爱立合。如果呢，立无合，这人修一款，那么迄个道场就会乱，安尼有哪无对？吼、哦，这个呢，阮家己有哪爱阻碍，那无阻碍的话啊，那么这个佛法有哪会摆在阮的手里？哦，应该注意了解。哦，那是今仔日出家人无阻碍啊，实实在在是比在家人搁较侪哦。因为破坏精宝、破坏法宝，搁再破坏着福宝，所以这个呢，将来啊，伫地狱拢会无量劫。哦，这个呢，咱有迄落个牵连着的内容，较搁甲咱说明。所以注意，一定爱在家居士呢，有那爱家己小心，阻碍较对哈、哦。这个唔通讲清清菜菜。讲我都有出，我都有加皈依啊！啊，我就是佛弟子啊！啊，我就是皈依，我就是在家居士啊！我跟你讲，无一定，吼、哦，唔通家己认定，都爱让佛陀甲菩萨认定。菩萨甲佛陀那是认定，你是一个真有教起功啊，去修改的人啊。那么菩萨自然就听你，佛法嘛不是伫你的周边。哦，这个咱爱家己注意咱的品行啊！哦，这个另一那是讲到我，甲佮佮人讲。
不过这内容呢，咱即马来了解一下，因为今仔日释迦牟尼佛是伫即个五浊恶世里呢，五浊恶世伫遮呢来诞生，啊来说法，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已经佛陀的法义是以即个经藏，因为佛陀已经涅槃了嘛，所以到近2500年后，诶，今仔日呢，即、这个佛法。佛陀的这种正式的团体是以经藏做主啊，这就已经安尼啊。但是经藏呢，当然是事实，经藏内底人一定爱领导在家的人。如果经藏未当领导在家的人，安尼实在是有那真不足，这款有那怎样？吼、哦，如果经藏的人，譬如讲都唔听经，唔安尼，吼、哦。当然，我那会引起到在家长的无兴趣，哦，这是必然的啦。所以，一、那个我应该爱家己啊，家己珍惜家己的这个立场。如果无家珍惜家己的立场，我那袂使者。哦，所以呢，应该爱做出家人，爱做人天的模范较对啊。哦，可是呢，在有的拢无啥注重，这是经常内底不足啦，这是不得已的。真不得已，因为进来店呢，讲一个确实，这伊有闹睡眠过，咱进较过甲咱等一下较过讲。第二呢，当然精进一定要安乐，吼、哦，因为有舒和甲利和呢，这个精进来底，大家活得真快活，甚至呢不但活得真快活呢，甚至会真精进修行。如果无精进修行的话呢，我讲一个歹势，干那食施主的米，啊食施主的饭。因为佛师所有的生活经济拢总是施主来供养的。如果那是伫佛师内底出家的人，食饱食饭，吼、哦，啊无所事事，都无代志做，那么这个有那真麻烦，阮知影。有那真麻烦，是安怎样讲呢？将来一定要搁披麻戴角行。是安怎讲披麻戴角行呢？就是讲，如果那是食。三宝的饭就是等于食施主的饭，无修行好，在施主会当得福的话啊，把这个搁再去犁牛拖牛拖，出去做牛做马来拖迄个白啦，拖迄个犁，安尼搁来经做行达的，吼、哦。因为这个佛法内底人有讲到一个典故，当初拾得去到国清寺，在国清寺中成长的时阵呢，啊。伊对外拄啊有一边去做发挥，伊对外口牵一挂牛入来，啊，这个主持甲骂，讲你先那个牵牛入来，再去做发挥，你才牵牛入来。伊讲我并无牵牛入来，因为这牛拢恁这个佛师内底的前辈，国清寺哦，吼、哦。伊讲我别讲，伊讲人唔相信，我叫予你听。伊即摆伊甲叫，因已经往生于在前辈甲叫，一个名甲叫出来了。迄牛其中一只乌牛。准妈啊，目屎流出来。今麦来，伊个叫第二个出家长，诶名，搁再甲叫出来了呢。其中一只白色的牛，个妈，搁再目屎也流出来。拢总伊牵六七只之外呢，拢总是国清寺内底较早还前辈安尼。所以注意，阮家己会珍惜，吼、哦，珍惜家己的立场，若是无做好好呢，将来有那真麻烦，因为会对着这个德行道。甚至呢，搁较严重，会对到这个地狱道。这出家人是会安尼，唔是咩？唔是讲完定了有一个光头的标志，啊，白日来都已经稳达达，好、哦，唔是安尼。可是呢，我搁甲咱做一个了解，出家那是对到地狱，出家了那对到地狱，要起来是较好起来，一定那是无正常是原在对到地狱，但是要提升起来是较容易。这是实在的代志。如果在家人拢总无皈依，也无受戒，也无受过菩萨戒，万一那是坠落地狱，拄啊亲像照沉大海，苦无出期。在家人那是坠落大海，坠落地狱呢，等于亲像照沉大海。哦、出家人若是对着地狱呢，是还佫会起来，都亲像迄个皮球，
皮球沉落了后呢，伊就阁跳起来。吼、哦，可是呢，那是在家人对了，拢总无皈依，也无受戒，也无受过菩萨戒呢。那一对的话呢，都亲像石头啊，生伫迄个海底里，要起来真困难。所以诸位，那是阿未皈依的人爱皈依，那是阿未受戒的人，受过五戒的人，一定爱受过五戒。那是阿未受菩萨戒的人，你渐渐起来了，你做一个在家的修士，有那一定爱受过菩萨戒，因为受过菩萨戒呢，有菩萨做你的朋友。就是在家受过菩萨戒了后，菩萨做你的朋友呢，万一你那是对了，菩萨会真想有办法要把你救起来。安尼了解吼，你专心靠菩萨，菩萨都想要把你救起来。所以这个是附带给咱说明的。那么希望诸位。受五戒了，较紧去受菩萨戒，但是迄毋是个受形式的，注意，你一定爱注重这个六重戒、甲二十八轻戒，一定爱真仔细了解，唔通搁家己去变心，那变心无那较麻烦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呢，在出家中是一定爱活得真安乐，但是要活得真安乐，本身一定爱精进修行。如果那是无精进修行，哈、哦，是安怎样身心袂安乐？我即马讲给咱听。出家人有哪会业障现前？不是出家人就未业障现前。出家人有哪会血气高衰？出家因为出家人嘛是食会老啊，食会老身躯有哪会老化嘛？老化有时阵人若是无修行，身躯皆老化的时阵，业障会现前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若是做了唔对，颠倒有哪真严重。我即马甲咱记住一个例，吼、哦，这个是我要含在师兄弟大家互相鼓励。吼、哦，以及咱在在家上，咱互相鼓励。这个台北关遐呢，因为我有一边伫遐办北关斋，吼、哦，啊，拄啊有一个女将呢，来迄个所在安尼。来迄个所在时阵，伊计讲因师傅，因迄个附近一个师傅主持啦。伊要往生的进程，伊就将这个喜善准过予因囝婿安尼。要往生的进程，应该这个佛事是众生的。什么人都无管你去过命，只有会使互师父去传承安尼。吼、哦，但是因为因囝婿拢无去修行，伊阵自从佛师过了因囝婿的命，这个主持一个要往生的时阵，直直目睭若客气，就看这个佛殿内底拢总有人吊死安尼，有人吊死，见了目睭客啊，就看到人吊死伫迄个内底哩，安尼真恐怖，到尾呢，安尼真无好往生去。所以你甲想看，这种的做法对了。所以今仔日我甲咱讲，你放心，因为呢佛法内底，原在伊若做唔对，伊会照报。所以注意，真内底有甲咱讲，即句讲敬精莫苛精吼，就是原来是意思讲，咱唔免去讲去讲出家人会安怎，因为出家人家己会慎重，唔对呢，有时阵出家的代志，阮家己会去说明、主持、会甲教。哦，会较教，咱卖去批评出家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呢，要得到身心安乐，一定爱本身爱精进。本身若是无精进的话，在家技术也是相像，无精进要往生，将来要往生也是真麻烦。就是出家人，伊若无精进，实在修行，伊要往生嘛无好往生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吼、哦，什么人拢相像？因为佛陀甲菩萨是徛在公理的立场里。开在公理的立场，什么人做唔对，叫因果报应，这都一定的嘛，吼、哦，叫因果报应。在家技术呐，唔修，干那有皈依，唔修嘛，未使真嘞。所以今仔日这段讲到，就是讲出家人，伊就一定爱身心安乐，一定爱好好安尼精进修行。那无精进修行呢，伫佛寺干那食饱了后，无代志做，一日吃蛇遐蛇，乱乱蛇，吼、哦，啊无代志做呢，这实在是个耽误家己。个耽误佛法，耽误众生，吼安尼袂使，吼、哦。但是实际呢，一定爱身心得到安乐。第三是清净，在和乐的集团中，一定要互相鼓励，吼、哦。那无互相鼓励是袂使的，因为互相警惕、警惕，一定爱安尼。师兄弟一定爱互相警惕，吼、哦。这个惕就是鞭策的惕，吼、哦。啊，就爱甲激励。譬如讲，什么人安尼笨蛋、笨蛋，哪袂哩、哪唔哩，无啥物精神的话呢，一定爱甲激励。因为一个佛弟子一定爱担如来的家业，所以我讲安尼，如来的家业你敢听有？
就是一定要担起着这个方法理性的工作。那么要担起方法理性的工作，如果那是捌无济，当然就度无人。好、哦，捌无济不但度无人，甚至连家己都无可能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讲一句话。佛陀有讲这句话，算起来呢，我有那真惊。伊讲无要听的比丘，无要听经文法的比丘，将来一定会落大坑。什么是大坑呢？就是这个三恶道。安怎样吼？无要听经文法的这个出家人，将来一定会坠到三恶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唔知影安怎修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是一项真危险的代志。但是呢，有那嘛无可能达到这个清净啊，因为伊未向修，就未当达到这个清净，所以有那有可能有真济罪恶。但是伫僧团的人互相鞭策，自然呢，伊会了解讲安怎样修行，安怎样学佛，啊，什么是伊应该有的责任，安尼自然间伊就会谨慎。搁再一点呢，因为僧团内底一定爱忏悔，如果那是无忏悔呢，因为过去的这个业障未当消除。业障未当消除呢，当然是无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业会起现行，搁再来再世堕落三恶道，再世搁再第六道轮回。所以我甲咱讲，因为真济历代真济高僧，伊第二世拢出去做官，啊，做官了后伊就堕落啊。譬如讲王阳明的前世，王阳明伊的本名叫做王修仁，你的前世原来是一个大德高僧。当伊要往迄、那个进前世，迄、那个王修仁要往生的进前，伊即马准闭关，叫人对外口甲定起来。伊讲将来伊家己较要来开这个闭关的门。那么伊较过来出世做王阳明了呢，已经去正法得到功劳啊。转来了呢，去到两即、這个佛寺去佚佗，看到一间佛寺，一间。闭关的门关条条，顶条条，啊，两上面边有搭着两条封条，才威德尊天菩萨。那么王阳明要甲开，内底的出家众唔好开，伊讲唔好我开未杀人，我绝对要开。那么一个开了后呢，看到迄个已经闭关迄个老和尚的面型含一阵的面型烧伤，只是迄个皮肉打起安尼是一年，甚至呢壁边的所在地一休息。就是讲，伊家己要来开这个门，所以迄个壁边第一首、迄首诗，我那是写伊叫做王修仁。那么今仔日来开门，这个我那王修仁，哦，所以今仔日那是讲修了无拄好，搁再来世来六道继续轮回呢，可能真容易堕落，哦，这个一定爱去了解，因为有真多就是伊来世搁再重新做人了后呢，搁再虚度光阴。做官做业，安尼到尾阁堕落嘞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都是一挂问题啊。所以出家人一定爱真真正正，大家心静以上呢，一定爱不时忏悔，忏悔着即个业色的累积，迄个个业色的即个个罪障和清净。那么诸位嘛是烧香呢，唔是讲出家人爱忏悔，因为咱诸位有那烧香爱忏悔。如果那是无忏悔，那么即个个总色的经济起现行啊，因为咱的总色的经济有无量无边，有那有地狱因，有这个个畜生因，有鬼道的因，这种通有，有人道因，有修罗因，吼，有天福报的因。那么如果在那是无惨的话，原在一旦六道起现行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来出世，这个是一项真无好的事，吼、哦，所以希望注意呢。那是有叫做八关斋，迄、那个八关斋的忏悔上界强。所以你招你的亲戚，招你的朋友，啊，招你的兄弟姊妹来做。因为这个八关斋无皈依的人，我那会使去做，一日一夜修一暝一日安尼俩。所以我阁甲咱交代一下，你如果那是家己的老大人，已经迄期过衰，伫个坐轮椅，你我那个带来做。可以对人念佛，对人忏悔，因为将来要往生会较单纯。吼、哦，搁再甲咱定一点，如果诸位女众，你若是一生中有堕胎过，注意哦，
因为现在堕胎真真行性，如果你若是有堕胎过，一定要忏悔，甚至呢做百官再讲，就爱回向给孩子，你给他抬死孩子，那无呢将来呢这个报是真歹。安怎真歹呢？甚至妇人人得到泥癌甲子宫癌，拢由这个问题产生的。有的人呢事业会失败，有那是堕胎做主因；有的人得病苦，也是堕胎做主因；有的人呢囡仔多病苦，也是因为迄、那个你个孩子、孩囡仔，伊来唔管来个糟蹋嘞。所以呢，妇人人如果那是堕胎过呢，一定爱做百官斋，甚至从百官斋功德，较甲回向我孩囡仔，互伊解脱，卖当厝内会当遐高高点。吼、哦，所以妇人人如果那是有堕胎过呢，一定爱时常做百官斋。我甲咱讲真正，我无骗人，因为有一本经典有写过，我都无起来。迄本经典写讲，妇人人堕胎将来一定堕落地狱。迄佛陀含文殊菩萨讲出来，吼、哦，一定堕落地狱。我唔是计甲咱吓惊，哈，我未乌白甲咱讲，因为有根据，我甲咱讲。所以这个呢，无论佛陀的四众在家弟子，还是出家弟子呢，拢总一定爱忏悔。如果若无忏悔，咱的状识未清净，未清净呢，拢容易搁再再造业。因为迄个政治的起现行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出家人若是有真真正正实质上嘅忏悔，迄、那个僧团就会健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个制度就会健全。如果若是无彻底忏悔呢，拢有真侪出家众哦。虽然讲三个五个安尼尔，有哪会五行五数，家己想家己着？因为安怎样呢？利好也无，啊输好也无，安尼自自然然呢，伊就袂单纯。这个就唔过呢，这问题袂要紧。因为这个佛陀伊就会了解，将来伊必定会对落，这个是事实的代志。来，咱即马过来了解，从自修甲身心的清净呢，真真正正伫出家的中间，才会当得到安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家中有事业个甜，安怎样吼？有子女个甜，有事业个甜，有真济人情世事，所以呢，加足烦，应该注意了解。但是今仔日阮呢？那是真真正正出家，阮就无迄个世俗心啊，无迄个世俗的念，无世俗的念呢，阮是只有专心弘法利生，这是阮的职责。家己要安怎修好，阮注意家己修好。那么第二点呢，阮爱搁再注意安怎样来打起着佛陀的这工课。因为佛陀的工课是甚物呢？佛陀的工课就是要度众生，因为以度众生为宗旨，所以佛陀无要予阮应用，就是在家将这个情报、心火相传的中间呢，一定要建立一个制度好了后，一定要做做人天的模范。那我要做人天的模范呢，当然规戒要修好。第二呢，一定要弘法利生，因为要度无量的众生啊。所以今仔日呢，这个寺院内底就是一定会敢导呀，导呀，甲成为一个敢那像一个真好的一个出家人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个是。您就用安尼来做标准。所以内底有甲咱讲着，将弘扬佛法，这个拢总是由净科来推动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净科内底人呢，一定爱培养。培养什么货呢？培养着这个弘法的人才，吼、哦。培养着真侪说法的人才较对。可是有哪无好培养，这个是实在。安怎讲无好培养呢？那是如果一百个其中啊，要培养五个啊，真困难。因为我有培养过，我知影。吼、哦，我有培养过呢，我了解。因为我较早做在家技师的时阵，我就去培养啊。但是到今仔日无培养无几个，正伫我的边啊，会当说话的呢，都培养一个起来尔。吼、哦，所以真无好培养。不过呢，有那家己爱承认，本身应该有的职责是虾米货？那是会了解了后呢，当然就好。因为伊家己的发奋来看结来研究，吼、哦，啊那有诶都天生都唔是这种料呢，事实讲有那唔是遐简单的代志，所以当初孔夫子有那讲一句话，讲才难，吼、哦，要培养一个人才是真困难，唔是遐简单的事，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诸位，你若是想讲要做一个在家的这个技术大德，你有那家己有那会使培养，啊那家己培养呢？譬如讲，即马佛经直直看，直直看，直直了解，你会当来度你的厝边的人嘛？你要度你的厝边的人来归顺三宝呢？当然，你嘛爱有一挂话通好讲，啊，未使讲唔对去啊，是不是？
好、哦，所以你若无物件，你巴肚内都无半点的这个物件呢，当然你要共砍共教都无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要安怎度众生？因为在家技术嘛是会当度众生啊，唔是讲出家人去度众生尔。比如讲，今仔日咱车，我都个嘛是会使搁再度人来继续着呀，因为拄啊讲到遮尔嘛，吼、哦，你得搁去度人。咁你若是讲听了感觉真舒心，你搁去度人来加减啊度嘛，出面隔壁加减啊加度。哦，道来听安尼，哦，啊，即马不管在你着啊，道来做安尼，就是你个道众生啊。家己袂晓教，你道来互人教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即个三宝就是推动佛陀的即个集体力量。所以净科有那是三宝之一，就是净宝嘛。好、哦，那么既然即个佛法的心团是拢总由净宝来去相承的，那么当然注意一定爱敬尊三，敬尊净宝。吼、哦，你若无敬尊净宝，就无对啊！因为今仔日咱要解脱，一定爱学净宝啊！无净宝，甲咱讲袂使啊！今仔日呢，若是讲注意要在即个六道轮回中要甲咱注意，你要家己提升起来呢，当然一定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即、这个正确的观念是虾米人甲咱教出来？即、这个嘛是净宝教出来啊！所以注意一定爱对即个净宝呢，必尊必敬较对。吼、哦。但是必尊必敬，不是讲摕物件啦啥。虽然真有讲到这个医药饮食，这个过三二十六也有讲到医药饮食。吼、哦，其实我是安尼啦，不如讲这个是物质上的问题，这较不是问题啦。哦，这较不是问题，因为一个精团内底唔免惊无通食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精团内底人吼、哦，绝对有通食。但是今仔日我想讲，注意你若是讲要尊重精宝，当然对精宝爱鼓励。啊，安怎鼓励呢？注意，唔是金钱物质的问题。我就是讲，若注意去度众生吼，一间家坐好店吼，就对我一个真大的鼓励。所以今内底有去甲咱讲，敬精宝皈依的对象吼，要敬精宝皈依的对象是在家的信众，所以伊较讲这句话。因为今仔日呢，净三宝的地方的地带呢，就是要予在家居士，在家居士呢，要来皈依修行的中心，皈依修行的中心嘛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在家信众一定爱尊敬的这个净科，但是内心一定爱诚敬。所以恁来到这个各佛寺内底呢，卖抱着一种。安尼半怀疑，啊半那想无聊，啊半那想讲啊无加减啊听看卖啊，所以唔当抱这种的心。那如果抱这种的心的话，你学无物件，我无骗你，你绝对学无物件，甚至将来要解脱呢，因为你迄个信念无执着，要解脱啦，敢想讲较无遐好势，较无遐舒适。今仔日既然精宝会当带动智慧。达到六道轮回生死的解脱，这个是比父母的因搁较大，我无骗你。吼、哦，那么今天这既然呢是由净宝带动咱将来解脱的，那么你一定要遵守正道，未使就无遵守正道者。那无遵守正道呢，就唔是亲像一个真真正常，一个敢像讲地主不地主啊，卖讲是伫三宝林，就是你伫厝林。你有个受过人甲你教，无论是机械，还是学校的老师，绝对一定有那爱遵守正道。那是无遵守正道吼，就无对，因为迄个个输因真大，就爱了解。吼、哦，所以我都甲咱讲过呢，伊那一定爱毕恭毕敬，存着一个敬虔的心较对。吼、哦，所以今内底有去讲身体礼拜啦吼。哦就是讲赞叹，这个是别问题啦。我想这是别问题，就是你实质修行，这个是最好的尊敬。听了后实实在在来修行，安尼来就是正确啊。好、哦，唔通听听呢，生活品质搁再呢改成真无好，迄、那个低品质的，安尼都无对。这个三宝佛法。是要甲咱注意建立人格，甲建立人品。但是听了后，你含即个个道德仁义，
拢总无半点诶一种改变诶话啊，那么就无采讲去听，吼、哦，因为毋是要互你得到一个观念尔，就是要互你由观念上去得到一个正确诶人生，啊，甲人正确诶生活，三宝是要互咱安尼啊，安尼将来毋该当解脱，所以即个我想即个是较重点的着，即、這个较重点。但是呢，希望诸位呢，在这个三宝尊敬的中间哦，隆重尊敬这出家人，哈、哦，隆重尊敬的出家人。但是这个印顺导师搁在讲安呢，正常是真，这是无唔对。唔过呢，难免有两邪混杂，两邪混杂吧。有的是圣经，有哪有凡经？因为这个经人哈、哦，就是安尼啦。伊这两邪混杂吼，会形成一种的种，这种，这是安尼啦，有诶真粗俗啦，粗俗精啦吼，有诶是凡夫精，那么有诶是罗汉精。有的是菩萨精，哈、哦，即嘛是形成安尼啊。所以即嘛毕竟啥呢？伫佛法中吼，伫修行，毕竟有那十回五色，这是实在代志。初学者是比较较无品行。我甲咱讲真正啦，你唔免甲轻视，佛道自然来处理。进出家人，我老去食槟榔，这是实在。哈、哦，啊，这实在是真无对啦。嘛，有人加减啊去谈散也有啦，这嘛无对。哈、哦，我实在讲咧，应该这代志唔免讲互咱知影啦。凡世诸有看过啦，嘛有人加减啊去安尼啊，哈、哦，嘛是有啦，这是实在哦。但是这个是罪过啦。安怎样吼？佛道已经甲排出伫这个佛海以外去啊！这就是初学精啦。虽然伊一个名叫做 BQ， 但是这个呢，伊的品性唔是 BQ， 品性唔是 BQ。安那袂变安怎？这个佛道自自然然吼，这个将来是这因果对待一定看伫迄个真黑暗的所在啦。所以注意，这是两邪混杂，无法度。那是心无法度的啦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甚至呢，当初佛陀，伊伫迄个个菩提树下要成道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普顺，迄、那个魔王普顺就甲讲：，讲我今仔日败害你袂着，末法的时阵，我来穿你的衫，啊，食你的饭，啊，来破你的法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个他化主宰天的天魔就安尼讲。那么这就差不多这类的啦，因为下当这个形象拢给这个破坏去啊，拢给这种的破坏去。但是这是对对来的呢，多数是拢对迄个无好的世界来，哈、哦，拢对无好的世界。这佛陀嘛无法度啊，安怎样吼？佛陀真正无法度，所以咱唔免看这個，啊，就要来个骂，要来个讲，绝对咱欠靠。哦，欠靠知影吼，免疑这个人，这个出家就唔对，啊都无法度，佛陀嘛无法度，你卖管伊，唔对，伊个唔对，自自然然佛陀就会处理。哦，第二是安尼啦，凡夫精，凡夫精是讲伊也袂去迫害，可是呢，伊也无啥要做工课，伊无歹的模样，无歹的模样啊，但是伊都伫佛寺生活，安尼点点啊生活，安尼尔。这个叫做凡夫精，因为无法度两邪混杂啊。一年当过三段，大概拢一千外个，啊，十岁五色，佮真济人无受过佛法的教育，啊，就完顶，啊，来就四三五月日，就去过三段大概。我跟你讲，真歹势，吼、哦，有诶真粗鲁，这是实在代志。啊，唔过呢，过三段大概等于靠主持去教呢，因为迄个定期的一年办一遍，有的是办两遍，所以这是一般啦。但是你甲看，伊即马虽然
安尼未向对佛法未进多，唔过呢总有一日吼，伊家己有来讲哦。那要听经文法有来讲哦，那要看经典有来讲哦。所以咱唔免去甲苛责，安怎样吼？我讲一句较歹势，虽然伊伫佛寺内底点点啊个生活，伊嘛比咱注意吼，较发心啦。我咧讲对世间要看的判吼，愿意来佛寺生活的人哦。就比咱在世上呢，实在是搁特色真济啊！吼、哦，予伊慢慢啊，伫迄个佛寺内底学，伊有那学的成就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卖甲苛责。那么一种是罗汉经，这个罗汉经是啥呢？伊是求急速家己要解脱，这叫做罗汉经。伊有那真勤哦，唔敢懈怠，真用功，但是伊未去弘法利生，唔过伊呢真安分守己，啊，真认真家己用功。这个叫做罗汉经，但是进这个罗汉经，我那真济唔是无，看咱有好因缘去遇到无。但是伊是安怎样呢？这种的人是自求、自利、自求，啊，自求解脱，所以一心精进。不过呢，佛陀是无爱这种啦。佛陀所以有时阵骂这个罗汉经叫做狡牙百镜。伊是安怎？因为佛陀的基本宗旨是爱所有的出家僧拢受菩萨道，菩萨道一定爱弘法利生啊。因为佛陀要救咱，有那佛陀要爱咱，才搁再去救众生嘛，爱阮搁去救众生。所以今仔日呢，这个菩萨僧是比较较少。那以大分性来个算无几个啦。吼、哦，出家僧遮尼啊济呢，唔过菩萨僧吼，都差不多，人讲。牛毛甲牛角的对比安尼啦，牛毛甲牛角的对比，注意今仔日吼，无论伊是啥物出家人，拢好，你甲毕恭毕敬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是讲这个问题，因为真无法度啊，即、这个时阵是佛法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来讲，我那是两邪混杂，有是圣经，有的凡夫经，啊，有的世界是真清净，有的有那有非界不净的，是无唔对。有时阵一挂人吼，事实伊无出家。我甲人讲，阮迄日、迄日戒掉就安尼啊啦。一个戒成个西光头。安怎讲西光头呢？伊有那是剃头毛剃好好，啊胖就是迄个个西光派专家的款，吼、哦。因为即卖拢请出家人啊嘛吼、哦。啊，即卖伊吼去到戒掉，即两片喙须管在捞掉咧啦，唔剃起来，唔剃起来呢？人勉强甲讲，较去剃，啊剃了呢，吼，即摆伫改，伫咧讲，伫咧讲入侵吼，煞阵酸断去，安尼，阵流酸断。伊是讲安尼，搁过一个出家生活，啊，我因为我有提出真侪问题来问，问了吼，过来阵断去。第一，收红包的情形，众生供养收红包的情形。第二，专门去做法事的海人。到底是真修行，唔是真修行？伫办死人工会者，我问四五条，迄、那个真华老和尚来对答的，对答起来，我实在是了解今仔日出家众的中间有真侪无对的，但是我准特地来去问，问问一直直答，到尾就流传过来，等下想讲安尼袂妥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唔是真真正正要修行，伊是要。剃头了后，要专门去做死人的工课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因听听人讲，安尼来到底，因嘛是真罪过，所以因准返去。但是今仔日呢，无论什么人去弘法，去伫大庭法律去弘法的外口，拢有徛一挂假和尚，安怎样吼？应该恁拢知影。啊，无过三大大概，连迄个座椅伊都敢穿起来。这是真罪过，这种人将来必定爱对着地狱。穿迄个蓑衣呢？蓑衣就是迄个红衫、红的吼、红的皮衣啊，一个一个，迄叫做蓑衣。因为迄个蓑衣是两种人会使穿穿啊，第一就是主持，第二就是十年以上的这个出家的迄个个时间安尼个开始穿。可是呢，因也无安尼得去穿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在家其实恁实在是有那认袂清啊啦，这是实在代志，吼、哦。唔管你无法度，即已经是灭法，啊，即、这个佛法中也是即个拢真乱，吼、哦，安尼了解吼、哦。但是如果那是出家人，干那要办那死人代志吼，我跟你讲，
迄毋是真正嘅出家。老和尚有讲过一句话：出家绝对袂使讲暗时啊困宾馆，早时啊日时甲食素食馆，啊时间计走啥走殡仪馆。咱听有无？这老和尚讲的啦，咱圣印老和尚讲的，给鼓励在弟子。啊，真有人安尼啊，后 BB 裤，后大哥大，吼、哦，这场赶未了，给赶迄场啊。我你讲，这种的人将来是必定坠落地狱，我无骗你。高雄观音寺的主持普苗老法师，有一挂伊的弟子，因老爸往生。伊去甲破庙老法师讲，讲师父啊，请一挂师父来甲阮厝里上经。破庙安怎甲讲呢？讲恁家己上就好。为什么开讲安呢？伊来给问我，讲我当初阮老爸死去，要甲出家上，要甲来甲上经。伊破庙法师讲，叫阮家己上就好。注意，这个个。戒场的戒师有讲安尼，讲死人的钱袂骗者。我讲安尼应该注意着听有啊。唔是讲今仔日来个上经，甚物人来个上经拢有功德，就是你本身那是有素食，家己厝内的长辈那是已经往生，你家己家持七观的地藏经，我甲你讲，较硬去请几十个来去上，我无骗你。恁即句话记好。因为这些人若是已经从来去赚钱，这些人无功德，甚至恁用钱含伊做买卖，有哪无功德？所以恁若是有素食，恁家己持七愿的地藏经，回向求地藏王菩萨，吼、哦，慈悲，予伊往生三千道。因为这地藏经讲得真清楚啊，恁若是有上过地藏经，就知影。恁若是六斋日还是十斋日，恁家己厝里持一愿的地藏经吼，厝内绝对袂火烧，也袂着插头。喺地藏经内底讲得真清楚，那是家己的子女，吼、哦，持护家己的时段，四观至七观绝对会当可以免对三恶道。这个地藏菩萨答应咱的。如果那是用金钱买卖吼，一观得贵吼，工作证安尼就变无功德，甚至个持的中间心也无清净也袂使进。但是应该你得甲请来，莫含咪讲价，阿叔你自备来阮自上经。那么然后你甲供养三宝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对。如果那是一罐六千、七千、八千先讲吼，安尼两边拢做过，吼、哦，这知影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这个都已经真无法度的度啊，无法度加减啊做啊。我今仔日已经从这个问题讲，互咱做了解，因为进来这都讲两下混杂，吼、哦，有的是真清净，有的是不清净。这是实在，报纸去报实在，我看到迄个报纸，我真歹势，真见笑，对，真对不住在家长安尼。后 BB 裤，后大哥大，一罐上袂了，又搁再人个大哥大去吹啊，对一个所在无较紧去袂使啊。吼、哦、哈、啊，实在是我真歹势，啊，不过无法度呢，出一寡仔都无法度的代志。不过注意，佛陀的弟子，真真正正佛弟子无安尼。迄款是已经唔是佛弟子啊，迄款的做法已经唔是佛弟子啊，是一个标志，空壳标志，讲伊的剃刀啊，都出三点安尼尔，啊，其实伊唔是佛弟子啊，吼、哦，进来这就讲安尼。但是在家长呢，如果记着迄个无清净、甲无合法的呢，你就等我啊，这是出家人的代志啦，卖管伊啊，咱卖讲，较袂做口业。阮加减啊，互相激励、鼓励是不要紧。本来我是有那袂使去想讲想济，但是恁唔当用迄做标准，啊唔当去苛责因，唔免安尼，吼、哦。因为即个呢，伫佛法的团体呢，譬如讲主持伊家己会较教，啊，不过众生有诶是真歹教，这是事实，唔是讲大家遐好教。亲像咱家己个教囝烧香，五个囝，但是无一定大家真好教嘛，对不对？有诶是真搞怪啊，啊有诶是真顺爸母啊，啊事实讲呢。主持那是去度到一个，伊过去是含伊完全借助吼，伊就头壳较大，一粒两粒啊，安尼听好无？迄是真艰苦的代志啊！那是度到一个真单纯，有想过实际要出家哦，这是真万幸。
那是度到一个要撇世，伊就是已经有烦恼作案，啊，无早的佛事袂使啊。那么迄个就真艰苦啊。这有那真不得已，唔是佛法中爱这款的人。所以咱即马高雄遐是安尼，什么人若伫我遐要出家，就我遐有去听经的人。若无伫遐听经听真久呢，我绝对无收留。但是有伫遐听经的人，无论你几岁，六十五岁，那袂要紧，我绝对收留。但是收留一定爱搁等我遐，等迄个所在住差不多两冬，互伊会当习惯啊，较会使剃度。我是用安尼去调调，甲互伊真真正正心单纯的安尼，较袂变化，也较袂做唔对，也较会实质牺牲。吼、哦，我遐是调理安尼。所以真内底有甲咱讲，如果若是看到迄种呢，咱有哪卖管伊啦？吼、哦。你只有真诚佛法，都因为一个在家弟子是一定爱佛出家的团体嘛。你只有真诚来佛法就好啊。那么呢，如果有什么意见，吼、哦，伊这个应顺得出得下安尼，你有哪会使甲佛师，吼、哦、啊师父啊，对一个所在改善吼一寡增长，一寡在家技术有什么款的建议，我甲你讲刚好，真诚恳提出建议，安尼知影吼，安尼来拢袂要紧，安尼来拢袂过错。如果佛师唔接受，你有哪点点，卖阁讲，因为安怎呢？佛师内底有佛师的立场，啊了解吼。所以你唔通讲因为佛师唔，你甲建言伊唔听，啊你就出去乱讲，安尼会颠倒你唔对。为什么呢？注意，今仔日担任佛师内底在工作，有时那唔是好做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做主持的人有主持的立场，这一点。第二呢？有时阵你甲建言真好，唔过即要刁过，要做过歹做，所以唔通讲因你退佛师内底建议啥物代志，啊伊一时袂当答应，要安怎做无改变，你就错，安尼唔对。你若错呢，你等到万里三步，对本身等到无好。吼、哦，所以伫佛师内底呢，凡是出家，就是已经是正确一个啊。但是呢，咱最好卖生出分别心，吼、哦。搁再一点呢，有那唔免想讲啊，即、这个人是。戒辣较久，什么叫做戒辣？等于出家较久啦，还是讲这个人出家较慢，或者是讲这个人是较破卡，还是这个较浅卡？我那唔免分别安尼，因为这是个人有一个天分伫咧啊，吼、哦，个人有伊的特长优越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伫出家中当然呢，阮家己的心中，阮嘛袂使家己想，想讲啊。是安尼啦，这个是人甲人的中间吼，无论伊聚会少会吼，第一点呢，一定要互相尊重啦。第一点是安尼，阮出家众有哪会安尼？我尊重我的师兄，第一点我爱直接上界重的是尊重我的师父，这一定安尼嘛。我的剃度师啊，啊甲我的教育师，教育我的师。注意，我伫唔捌的中间，甲我教育，甲互我捌佛法，这个人影响大。安怎样吼？啊来就是剃度师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当然我爱尊重，可是呢，伫这个师兄辈中间呢，应该是师弟爱尊重师兄对。但是师兄绝对袂使高高在上，只能讲我是恁的师兄，你的戒力比我较浅，我你讲安都唔对啊。因有时阵吼，人讲聚会袂无钱，哈、哦，无一定啦哈、哦。所以今仔日吼，人甲人个中间本来爱互相尊重，就是注意你个家庭内底也是相像，翁仔某一定爱尊重，绝对查甫人袂使有迄款大男人主义，毋是娶即个某入来，即、這个某就随在你要甲安怎就要安怎，毋是安尼。因为两个人一旦甲形成一个家庭，互相组织一个家庭吼，翁仔某拢有责任，所以翁仔某一定要互相尊重。咱暂时停10分钟吼，阿弥陀佛吼。